嗨，卡尔，你在看什么？是宝宝洛奇。哇，完美的着陆。卡尔，有人需要超级卡车，快点。今天萌浪兔和小黄鸡飘飘来我们的海滩玩了，他们正在玩飞盘，突然，小黄鸡飘飘和飞盘一起消失了，没人知道飘飘发生了什么。卡尔，请帮助萌浪兔找到他。超级卡车来了，萌浪兔，发生了什么？你当时没注意，然后你的朋友不见了。我们得找到飘飘，他肯定就在附近。怎么了，超级卡车？超级卡车，你必须变得更大，才能穿过海滩。变身时间到了。超级弹簧卡车，太棒了！查德说他注意到赛场上有些奇怪的事情。好主意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看，不是吧？这是飘飘。不，他们朝着飘飘去了。超级卡车，快救他！飘飘，快点，有车向我们开过来了。超级卡车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抓到你了，坚持住，小朋友。好了，超级卡车，你可以把飘飘放下来了。你现在安全了，来拥抱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可真是够紧张的，朋友们，我认为你们的确该休假，好好享受吧，下次再见。早上好，佳丽，怎么了？沃尔特没有来上班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大事不妙！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帮助。嗨，卡尔，佳丽需要你的帮助。沃尔特不见了，佳丽还找不到他。
可怜的佳丽，她非常需要帮助啊。嗯哼，超级卡车好像想到办法了。一架直升飞机，真酷啊！变成直升机在天空飞翔，你开心吗？哇哦，太厉害了！我们现在该去找找沃尔特了。他好像不在轮胎店啊，他会去哪里呢？沃尔特也不在公园，他到底在哪里呢？等等，你看到谁了吗？哦，是沃尔特。沃尔特，情况不妙啊！你急着去上班，却不小心从桥上冲出去了。哎呀，超级卡车，你可得抓紧，不然沃尔特就要掉进河里了。卡尔，看来你已经有了点子。没错，我们需要 ST3000。我们要用抓钩把沃尔特拉上来，看看他会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朋友吧。沃尔特，别担心，超级卡车很快就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快成功了，沃尔特，不要害怕。很好，好险啊！超级卡车干得漂亮。超级卡车，谢谢你。沃尔特，我们快去找佳丽，告诉她不用担心了。超级卡车，一会儿见。沃尔特，看到你安然无恙，佳丽就放心了。超级卡车，这是沃尔特为你准备的小小心意。哇哦，沃尔特，小心啊，真险啊！大家下次见。卡尔，再次谢谢你，再见。多么美好的一天，大家都在开心的玩耍呢。看起来真有趣。有人需要超级卡车，快点。哇，沃尔特是探险家朵拉的忠实粉丝，所以他把自己打扮成了朵拉的样子。他首先要去摩天轮那里，然后去溜冰公园，最后是去旋转滑梯。我想知道他在找什么，我们去海滩吧。他在探险时可能需要帮助。漂亮的装扮，沃尔特，朵拉，哦，不，
路被堵住了。你能帮忙吗，超级卡车？嗯哼，是超级怪物卡车。哇哦！道路畅通了，我们走吧，朵拉。好主意，从上面你能看得更广。那里 X 表示那一定有宝藏。小心，朵拉，你会摔下来的。超级卡车，快做点什么。啊哈！啊啊不！好样的，我们到了这里。嗯，我们找到宝藏了。这就是宝藏吗？真漂亮。嗯哼，超级卡车，这是朵拉送给你的礼物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哇，卡尔，你真是太棒了！哼哼，嘿嘿，啊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人偷了凯莉的巧克力。盖里偷的，他是个好孩子。马蒂尔达好像追不上他，你快点去帮忙。巴莱宝，啊哈，那。追到你了，卡尔，你能变成警车吗？这样可以帮助调查。
把巧克力藏在了哪里？你没有偷？好吧，那么是谁偷的呢？杰瑞？当然了。他好像逃走了。鬼鬼祟祟的，等等，他一直挡住你，你也想这么做？音响，看过来，我不明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低频率会使岩石落下。杰瑞，你被捕了。来了吧。那把也得干呀。我的妹。杰瑞，这是你偷巧克力的惩罚。那爸爸。没错，确实是一个美味的惩罚。尽情享用你们的奶昔吧，伙计们。嗨，卡尔，嗨，凯莉，再让卡尔尝你的新鸡尾酒果汁呢，凯莉。哇，你一定很喜欢。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，你最好马上回家。是珍妮斯，她看上去吓坏了。她在看什么？摩天轮出了点问题，她在摇动。珍妮斯就在她的正下方。摩天轮上还有很多汽车。如果她倒下来，就会伤到珍妮斯。他们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，快点！这里有好多汽车，很难从这边看清情况。珍妮斯在那儿，你得去他那边。超级卡车，用你的喇叭。呀嘿，都让开，有紧急情况了。他吓呆了。如果你能听到的话，珍妮斯，超级卡车来这儿帮忙了。不好，摩天轮底部松动了，做点什么，超级卡车。你变身成了超级汽锤，真是太棒了。等等，摩天轮又开始动了。用力推，超级汽锤。你能做到的。哇，你做到了。珍妮斯，还好你没事。超级汽锤怎么了？哦，不，大家都开始恐慌了。你别
冷静下来，否则摩天轮的底部又会开始松动的。超级气锤需要你帮忙，去让大家冷静下来，珍妮斯。好样的，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所有人停下，我们需要马上修复摩天轮底部，使用工具 SD3000。 嗯，快点，平台又开始动了。修好了。大家都很感激超级气锤。今天干得好，超级卡车，现在你可以理所应当的喝一杯果汁来庆祝了。你真的很喜欢那果汁，不是吗？干杯，伙计们！